好哦，你看好多人上来了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大家要停课，停课到6月底，我们就待在家超过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大家就跟我们一样待在家超过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玩啊，跟大家一起聊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，好多人在上面呢，他要跟你聊天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大家？好，妈妈吃你脚，啊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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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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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Hello。今天云宝是下午的运动时间，所以想说可以跟大家 无聊一下。啊木啊，哎呀，云宝喜欢人家吃他脚脚哦。啊木啊，哎呀，好好笑哦，对不对？好，爸爸爸爸，爸爸不在家哎，只有你跟妈妈在家，七哥也不在家。你今天是什么？你们给大家看你今天穿什么？你今天穿尼莫耶，是不是？大家午安。你是尼莫吗？不是，你不是尼莫，你只是穿尼莫，是不是？好，妈妈帮你扶起来一点。哎呀，不行，妈妈 站起来才能帮你扶起来。那我们现在在玩小孩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跟大家说 hello？ 元宝打传说吗？没有，妈妈也不会打传说了。自从元宝出生之后，妈妈就没有打过传说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元宝啊！你要不要跟大家说 hello？ 哎呦，跟大家说 hello 吗？哇，你看，好多人在那里耶，说 hello。我今天穿的是尼莫哎，是不是尼莫？要跟大家说，我看我有好厚的双下巴呢。哎，Oh my god！有人说。My God！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待在家里好无聊，但是待在家里可以救台湾，对不对，宝贝？Hello，大家好。嗨，尼莫云宝，有人说你刚睡醒吗？差不多，刚刚睡醒。要打哈欠哦。你要说 hello 啊，云宝。对，云宝还不到3个月，才2个半月多一点点，但是云宝长很高。对，他2个月就长了超过10公分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你第一名呐，2个月就长11公分呢，我的天呐！好高，哦哟，你看到大家很开心啊，是不是？看到大家开心吗？哇，姨来了。阿姨来了耶！你歪七扭八。咦，我今天穿尼莫。云宝的芳名叫做云宝，不告诉你。嗨，我是云宝。
现在都吃什么？他现在都喝奶奶啊，偶尔喝我的奶奶，偶尔喝配方奶。咻咻咻咻咻咻，嘟嘟嘟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宝，我最喜欢 TTT。哦，你要自己讲话是不是？你是想回椅子上啊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回椅子上，妈妈帮你。一二三，咻！啊，回来了。是不是回椅子上啊？回椅子上就可以干嘛？吃脚脚，妈妈妈妈。哦，举手。有什么话要说？有什么话要说，小肥肉？肥肥脸云宝。你是不是尿尿了，宝贝？尿尿了耶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在直播，你不能直播换尿布，因为你是小女生会害羞。哇，你长大了，你不会一尿尿就哭哎，你可以忍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哦，踹妈妈，嗯嗯嗯，嗯嗯，嘿嘿嘿，云宝现在开始吐泡泡嘞，你开始长口，会一直流口水，怎么办？一直流口水，衣服都是口水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奇哥跟爸爸去工作了。这个餐椅很棒哎，还可以这样子，再躺一点，这样就可以睡觉了耶，云宝，这样就可以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好爽啊，好舒服啊！踹妈妈，踹踹踹，踹踹踹。妈妈吃你脚脚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奇哥也喜欢舔你脚脚。嗯，妈妈。啊，不要躺着，不要躺着。我们回来，这样好不好？小白没有买防护眼镜，因为小白根本没有出门。云宝也没有出门。哎呦，踹我！你踹我！你再踹啊！你有种你再踹啊！哎呦，踹爆妈妈！你要踹爆妈妈！这个是。你要踹爆妈妈！嗯，握握妈妈的手。你要不要睡觉？啊？你要不要睡觉？你要不要睡觉？哦，不要。那你要干嘛？你这样歪七扭八的。踢之后话会很多，啊呜！你喜欢妈妈，你一直看着我，你每天都盯着我不放，我都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两个就每天在家里这样聊天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妈妈就开心，对不对？开心吗？你的衣服卡住了，你的肉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哎呦，可以啊！哎呦，贼脸，你小贼脸，啊，你要握我的小手揪，小妞妞。我宅在家，然后那个什么《咒术回战》，我两天就看完24集，哎。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云宝妈妈就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嗯，带你出去玩，带你晒太阳。好哦，一直讲话。你想晒太阳啊？会黑哦，你现在还没有很白。宝宝都4个小时喝一次奶奶，他刚刚4点半才喝完奶奶，对不对？所以喝完奶奶之后都醒着，醒着就跟大家聊天。
吃饱饱聊天，刚刚好，衣服都没有拉下来，因为妈妈随时看你尿布有没有湿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喜欢尿布湿湿的。外面都下雨，要出去也不能出去。妈妈刚原本打算要去店里找爸爸，但因为突然下雨，我们就不能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又踹，你也踹妈咪啊？哎呦，这次回站还不错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一直踹走妈妈。哎呦，妈妈被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要抱抱？啊，那我们改抱抱。吃饱喝足，可以睡觉。哎呦，不哭不哭。我们家云宝不要哭，对不对？最可爱了，不哭。嗯，要睡了吗？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云宝啊！哎呦呀！转来转去，你又要吃嘴嘴了吗？我不会骑车，也不会开车，我都是给爸爸载。我们两个就是靠爸住，对不对？有爸爸载，我们才能出门。我们是可以走，用走的就到店里。所以出门去店里找爸爸，不用骑车，也不用开车。云宝现在睡过夜吗？云宝他现在的作息跟爸爸妈妈很配合。因为爸爸妈妈比较晚睡，云宝大概一点半睡觉，可以睡到早上七八点。爸爸几点下班？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爸爸下班的时间不固定，因为上班时间，因为我们是开乐器行，爸爸是乐器行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。乐器行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人来上课或是来借教室，但是因为现在停课，所以教室都没有人，所以我们现在教室改预约制，有预约我们就会开门，没预约我们就待在家，所以现在收入有点可怕，对，没有稳定的收入啊，但现在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我们要一起熬过去。我们云宝奶粉，因为政府有那个2岁还几岁5岁以下不是有10000块吗？所以云宝有10000块，10000块一拿到，马上去买奶粉。这样就算爸爸妈妈没有钱，你也不会饿死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可以饿，因为爸爸妈妈胖，那你不能饿，因为你在长大。我笑一下，云宝，好了，我们要换布布了。要跟大家说拜拜喽，云宝说拜拜，云宝说拜拜，拜拜，哟，说拜拜，拜拜。对，他超会看镜头的，他超上相的，然后他很有那个偶像包袱，他只要看到有手机在拍他，他就会收起他的笑容，很认真的盯着镜头。所以刚刚你们看到他笑，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有镜头。他现在发现有镜头了，他就不会笑了。说拜拜，我们要。
要去换布布了，拜拜。下一个吗？好了，拜拜。不要看了。